我还是被关在里面。小丑，你应该跳脱思考的框框，用用脑袋。用膝盖想也会。哦，看谁来参加接风派对了。派对结束了，小丑。才怪蝙蝠，好戏现在才要开始呢。我猜比数位小丑更恐怖的是纳米机器小丑。医疗报告，快说！你遇到严重的意外，你病得很重。巴结我也没有用。哎呀！当我是门诊病人吧。爸爸回家了。老兄，你成功了，真是难得，你终于做对一件事了。抱歉，狗狗，它不在菜单上了，暂时的。你别误会，宝贝。不过男朋友是迷你机器人组合起来的，真的有点奇怪。我会让你知道，我这个版本是史上最棒的，小丑2.0版，简直是烂笑话。再低一级啊！早该猜到我会冒出来，宝贝，真的宝贝，真是讨厌，我都懒得问了，这一切都是你搞出来的混乱吧？啊！我真的能够帅到迷死人吗？躲猫猫！啊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不能气自己一辈子。我们来联手吧。现在就让好戏开始吧。嘿，等等，把门打开，臭小子！切断大门的电力。敬爱线。宝石储藏室，一定是小丑。哪个小丑呢？